啊，你误会啊！阿玉真正是种人啊！我家己查某囝，我煞唔知，伊就是唔甘愿啦！我唔甘愿，你好意思讲这句话啊？爸是要把产业交乎我哦，是你无要信任呢？特别讲什么三界查某拢才会当吃啦？你特别看袂起我这个查某囝，跟我讲啥？你感觉啥面子哦？是不是你心虚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好啊，你莫讲啊！阿玉，我啥人无要交乎你？我不愿意你给人参考谢品珠。妈，你别激动啦。妈，别这样啦，待会还要唱歌去。哎呦，你们先离开啦，你别跟妈继续冤家啦，这么难照顾就好。怎啊？哎呦，